Ah, çok yakışır. Hem burunlu kul aldım, hem bana... Hem bana baktım. '96年来的。 当时就是在我的认知领域里面是一个全新的认识，生活节奏非常的舒适，很缓慢，大家呢都是不紧不慢，很悠闲，能够身体健健康康，日子乐乐呵呵，不紧不慢过着，他觉得生活嘛就过得过去就完了，不需要说我非得要赚多少钱。 对于我来说，新疆就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好奇的，都是新奇的。我叫黄振飞，来自浙江海宁，到新疆已经生活了22年了。 使用大画幅相机呢，对于我来说，首先它是一个情感问题。大画幅相机，因为它这种操作流程非常繁琐，蕴含的劳动价值很高。把那个对焦放大镜给我拿出来，包里面。走，可乐。从嫁接器开始到你在胶片上感光成像，大概16个是17个步骤。 而且呢，中间你任何一个步骤出问题，最终你都得不到这个影像，所以从中我可以享受到劳动的成就感。在喀什呢，可以说我到过每一个乡镇，看见什么我就拍什么。 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你是我的爱，也是我的宠。有时候夫妻俩呢，出去拍照片，那就在老乡房子打个招呼：“老乡，我今天能不能住你们家？”就随便，什么地方都可以住，什么饭都可以吃。 我的朋友都说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商人，因为到了喀什以后呢，我一直是做汽车维修跟零配件销售这一块，干了差不多有10几年。后来呢，我就想着呢，哎，种地不很简单嘛，我就觉得啊，土地它不会亏待你，你有多少投入就有多少产出。 所以我后来就选了一块土地，4200亩的面积，08年开始就做农场，开荒开了1年，检测所的人跟我说，他说我不知道是我的机器坏了吗？是你的这个土样有问题。我说怎么一回事？你这个土样嘛，里面盐碱含量10.8%，3%它就可以划到重度盐碱地了。 我当时一下就懵了，要是再投几百万上千万，出来还是一片盐碱地，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完了。差不多试了有10几种方式。
但最后总结出来就是唯一最好用的办法就是拿出来刨，土话叫洗碱，等于是把碱从土壤里面洗出去。4200亩的面积，我最少最少得要打10口井。我用了一个月时间，自己做了台打碱机，2个月时间就把所有碱全打完了。各类的小农机具，什么大芦苇根的、八地磨的这种小农机具都做。实际你在享受生产过程，它这个乐趣不会少于挣钱这一部分。这样再打一遍可以打掉吧？这样子可以打掉。都是工具。甘草它比较耐烟碱，在中草药里面属于是一味基础药，销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就选择了种甘草。这些农民呢，从我们这边领取的劳动报酬每年也有2到3万。种了甘草以后呢，每年下来有几千吨的甘草秧，我又养了2000多只羊，就可以够我这些羊的全年的饲草。我又自己做疫苗，每6个月接种一次。我们现在是给周边的农户啊提供纯种无羊的种羊，还要给农民提供养殖的技术服务。当时我没想过会在喀什一下子待了20年，准备继续在这儿待下去。我觉得作为男人嘛，最重要是担当，然后就是勇气，就是你敢于承担一切的责任，你敢于面对所有挑战，不怕失败。